完全就是可以让人家好好在这边放松。儿童餐很大一份，好盘哦！第一次看到这种组合，超好吃。有点好大哦，吃跟吃。哦，好，看起来很气派哦。好，我突然就到了饭店的餐厅，现在8:30吃晚餐了。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因为我下午就是先参加了朋友他小孩满周岁的庆生会，周岁趴之后就赶快赶来宜兰。哇，这饭店就是很美哦，还蛮气派的那种感觉，还蛮有那种国外饭店五星的那种 feel。光是电梯进来这个地方就很漂亮，很有 feel。这是饭店2-3楼，餐厅入口。马上旁边就有厨房，有不同的餐厅，现在还不清楚。总之就是我们很赶就对了，感觉还蛮像那种高级牛排馆的感觉吧。其实今天就是听说人很多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8:30，大家都吃完了，整个装潢就是蛮有气派感的。早上我才会更漂亮啦。好哦，我们坐在这边，你看打扮这么华丽，就是因为刚参加那个生日会。料理，这儿童餐很大一份的鳕鱼，这根本一个大人的分量啊，对啊，超多的耶。水性鳕饼，好弹哦。前菜都还蛮不错的，汤一人份的生鱼片，你要弄那么气派，这么多道前菜，你都打嗝了。鲍鱼竹笋，第一次看到这种组合，牛排，花寿司还蛮漂亮的。我觉得蛮满意的一餐，喜欢就是很多很多菜，然后就是小小道小小道，心情非常好，因为就是行很多东西的感觉，但是又不用吃太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上去看他们的星空酒吧。这是饭店2-3楼，星空酒吧抵用券，就是这个，人还蛮多的，还蛮有质感的。嗯，哇，好像很不错哎，这边有 BBQ。view 很不错哎，其实整个是还蛮有气氛的，这样也看不到。早上跟晚上的 view 是不一样。嗯，21楼，有设计感哦 ，VIP 楼层216。好，马上就有个客厅，电视还蛮大的。我们来看这边，好，我们去看。哇哦，这个整个是挂衣服的，这梳妆台好大，好棒哦，自拍可以很开心哎。我们要拍你，我们要拍你。这个小吧台很多饮品哎，房间非常的大，白天一定非常漂亮，很赞。你要 open 给我看吗？来 ，come on。哦，好，这如果白天一定非常厉害，因为它整个就是落地窗，那晚上就是很有气氛的感觉。洗手台有什么有什么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冲澡的正点，上个厕所也可以看 view。早上再来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4人房的在20楼，2026。一进去就床。其实这已经很大了呢。对啊，还有个小客厅。小吧台也是很多东西。这个饮料有少一点，但是其实也还蛮多的。鱼厨。这个有特别在这。对，好，你拿看业绩。开心到在到处跑。镜子控，好开心哦，太开心了。这真的是蛮大的呢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早安，房间非常的明亮，我很喜欢，蛮像就是这边看出去的 view。虽然跟楼上比起来比较小，但还是非常的大，放行李箱或坐着就很大。白天，它这2张大床真的非常大，它真的是 king size。我都比你瘦。对，你现在看起来特别瘦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棒。坐在那边，一样有奈米牛奶浴。真的很棒，龟山岛上面还有云的。白天客厅厕所的 view 就还蛮好的，看起来很像一幅画。白天当然就是很亮很漂亮了，view 很好，因为这是行政楼层行政套房，这个房间特别的大。饭店完全就是可以让人家好好在这边放松的感觉啊。整个窗景，这边是冲澡、厕所、洗手台、双汤，这边是奈米牛奶汤水，超强的，有没有？也很开心。来去吃早餐，早午餐用餐时间从7点到2点，整个就是会吃很开心，很漂亮，整个到处都很宽敞哎，到处都很有质感。
很舒服的感觉耶，整个餐厅很宽敞，还有一个半露天的，东西看起来很多。展寿司旁边小熊软糖到底是怎样？等一下好好吃一下，还可以撑到晚上。哇，真的是很丰富呢！这是手工现做的豆花，台南牛肉汤的感觉。先拿一轮，先吃这些。可能因为就是可以吃到下午两点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十点、十一点才来吃，可以睡到比较晚，很开心。饭店整体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，进来就是大概是这样。那边就是刚刚早餐的地方，check in的地方，楼层大概就是这样。各个设施几乎都在五楼，就对了。五楼，哎，这边就直接看到泳池了。不想要那么浅。其实气氛还蛮好的，这个蛮浅的，小朋友在那边玩会很开心。这样看上去。泳池旁边直接就是有泡汤，女汤就在那边。尊爵俱乐部，好，好好，我们看一下游戏室。至少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嗨的感觉，虽然没有很大。仓鼠概念吗？想想。另外一侧那边还有一个，好像比较属于静态跟小宝宝的地方的感觉。反正这里不适合你了。这里也不太适合你了，但是可以拼贴这个，然后有一些小课本，这室外宽出去，整个大概就是这样。健身房在这里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整面镜子。女汤，它有分穿泳衣跟裸汤，穿泳衣可以进去的地方，还蛮大的，舒缓室可以往游泳池，穿泳衣可以进来的地方。裸汤的地方 ，SPA 芳疗，这边是要预约的。游泳去，应该是说拍美照去。我每次都出动一堆泳圈，这算是可惜了，因为都没有太大的。走路在扭屁股哎、欸，可惜这没有一套的，不然多可爱。来抱一个，喝喝看。他就这样一直这样。新买这个喜欢吗？好用吗？好用。香香踢踢踢踢水。好吧，又过来了。应该要这样，要这样。找丫丫。谁可以救我？质感很好，跟晚上感觉完全不同。情侣座位的感觉，我、哦、白天整个 view 不同哎、欸，而且这整个景很干净啊，所以就很像那种国外的感觉，完全不输曼谷很厉害的那种高空酒吧。你看这整个好漂亮哦，整个质感也是很好哎、欸，没想到宜兰竟然有这种地方，很不像在台湾哎、欸。台湾可以把那种楼顶景观的地方弄得这么干净漂亮的，真的很少。而且它这是绕一整圈的，耶、yeah, ！龟山岛，现在很清楚，很美。
来杯酒吧。吃晚餐，昨天那边是怀石料理，这边是西餐，亮的时候看起来也很有质感，整面的 view。 他们也要出去，他不用投钱，不用投钱，这不用投了，不用投，你硬要投，没有，他只看到天上电工。西式的儿童餐也是还蛮厉害的，还蛮大人分量的感觉啊。为什么哥哥有蛋糕我没有？因为你刚刚没有让妈咪先拍，蛋糕就不见了。对，好，不见。给你啊，给你啊。没有了，在这了。他刚长脚，但跑跑过来，因为你不让妈咪拍，就跑过来了。你拿的。西餐果然是有餐前面包，看起来质感很好。颜色很美，虾。下面部分是面皮酥。好。现在已经12点多，终于弄好他们了。晚上在房间，因为有双汤，他们就是都玩到不行。如果不阻止他们，会继续玩下去。毕竟浴缸那么大，又是水，小孩最爱玩的，真的就是会一直想要待在饭店里面，好好享受饭店各种设施。吃完晚餐，他们又去星空酒吧那边，就算你没有住在这里，可以去他们星空酒吧坐坐消费，喝一下饮料，他们也开心。然后下来继续玩水，继续泡汤，今天就这样忙完了，那就想玩了。今天我们坐在办事外的地方，我要特别讲一下他们的早餐，整体其实我觉得都很不错，有些东西就是蛮精致的，我也蛮喜欢。我要特别推豆花，他们豆花是手工豆花，超好吃，超嫩，那个冰晶的感觉有没有？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豆花。香香进步很多，会用这个了。那走咯，上去还可以再玩一下。嗯，两只小羊。房间的景很漂亮。很想你们，很想你们呢、啊。是怎样？你在伏击我了。你激动很久了，激动很久了。你在伏击我。你又跟他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讲什么。想我吗？很想我，不想我，是不是？激动哥。激动旺。